真好吃。你喜欢，这几个都给你。大叔怎么不吃？我只喜欢吃我奶奶做的，不过她过世了，想吃也吃不到了。过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再也见不到的意思了吧。很想很想也见不到吗？很想很想也见不到。要是我再也见不到想见的人，肯定会难过到枯萎的。小傻瓜，别难过，其实他们会化成阳光雨水，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乐乐怎么受伤了？妈妈，怎么办啊？赶紧把乐乐送去宠物医院。乐乐，太好了，你醒了。乐乐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，我带你回家。小花，乐乐不想你靠近他。为什么啊？乐乐讨厌我吗？乐乐这么做是为了你啊。为了我？